日是年初二，我在这里祝福你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万事如意，财源广进。好尴尬。其实这些说话呢讲了这么多年呢，我都是 很有限度，只是记得几句。首先呢，我今晚都观众不是太多，但是帮我拍摄的朋友都是如期而至，多谢你们的支持，多谢你们。如果今晚有第一次来拍摄的朋友呢，麻烦你们都是企定定一个位置，我们尽量没有影响人家。OK， 是吗？第一次啊？多谢。首先跟大家拜年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财源广进。然后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唱歌了。如果今晚有第一次来拍摄的朋友，也希望你们站在一个位置，然后我们不要影响到其他观赏的朋友，谢谢。今天是年初二，所以呢我会介绍两只新歌，其实不止的。今天是年初二，我会介绍两首新歌给你们。手情话说不完。
夜有一定晚上，有你在我身旁。多谢香港情人，多谢晒。Thank you.
老屋在月相随。粗亂的地方唱完這一隻呢，就有請阿晶來了。阿晶昨天的髮型漂亮，
秋雨得高兴一点，高兴。还真回来了。